好，没错，但是我先来提醒大家，下礼拜三就是7月1号就已经可以开始数位绑定及纸本预购我们的三倍券喽。然后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预购，比如说有电子票证，或者是行动支付，还有信用卡跟纸本券。然后提醒大家，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，就是今年为止哦。好的，这个三倍券很重要啊。政府是说7月15发放，但是线上的网络的身份可以7月1号就开始了啊、哦。这要注意了，自己的权利要抓自己把握。没错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号称台湾的 LPJ 刘宝杰。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。Claire， 到底今天有什么重大新闻要发生呢？什么事呢？就是我们雅虎 TV 的下面大会已经上 YouTube 频道了。哦。有些什么该注意的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大家记得要去 YouTube 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开启小铃铛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太好了。